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回到第二節了，剛才那個過場呢，以前有一句粗口都沒有的，因為不罵人，我們隨時是不說一個粗口都可以完成一個句子的，甚至 一篇文章都可以，問題就只不過就是你蘋果是選擇性登某一類人 的文章嘛，如果你給大家寫一樣寫到這麼晚，你給陳雅明的文章登下，盧斯達的文章登下，是是登過了以前給這些人登啊，是你又不是梁文道這些狗殘，真的這些真是賣港殘，我告訴你沒講錯他的，是是你自己就遊走大陸、台灣，是不是咁啊！頭先嗰個過場，發現你同阿張建宗都好有緣，或者你睇嗰個發現嘅比例。哇！嗰日兩單嘢同有關嘅，一個係講嗰個取消一筆個撥款社福界嗰一筆嗰個動議啊，張國柱提嗰、那個、另外就陳婉蘭提嗰個標準工時啊嘛，都係佢答噶嘛，係咪？佢咪又繼續耍你咯？佢點會俾標準工時你啫？啊，點會立法即係啊呢個法定最低工時？即是這個法定標準工時怎麼會做，他現在一定不會跟你一刀切的，他現在做法一定就是你簽約咯，僱傭合約不簽就行了、那怎麼叫標準工時、是吧，這個政府呢，老實說你當初梁振英在即要選特首的時候，哇拿這個標準工時出來說，那你陳婉蘭撲上去，那現在他走數了，他沒有走數，整一個這樣的委員會，跟著這個委員會提的建議全部跟你陳婉蘭提的那個是完全南言北切的，那你又勉強接受啊、是嗎？所以那天一投票完了之後，因為整個民建聯棄權嘛，他又不敢反對陳婉蘭，全個民建聯棄權票，那我在會議廳就大聲說了，我說你們玩完了共產黨，是不是分身 工聯會就投贊成票，民建聯就棄權，咁啊議案通過唔到，咁你共產黨即係玩分身，而家就係、是、大家要醒嘅，呢、這個我講咗好多年嘅啦，係咪？工聯會、民建聯係替身嚟噶嘛，係啱唔啱啊？你民建聯冇工聯會，你成立唔到，係咪？但工聯會就喺勞工組織，就是、一個喂大佬共產黨嘅外圍，正式係共產黨外圍組織啦，核心嘅外圍核心，係咪？呢啲工聯會頭頭全部都係共產黨黨員嚟嘅，我而家話俾你聽。啊，你喺工聯會嘅會費係咪五星期一樣啊？係嘛？你啲人都未醒。好啦，而家民建聯不斷壯大啦。嗰某一年咁啊，陳婉蘭就真係啊脱離呢個民建聯啦。佢兩個都係噶嘛，而家啲雙重會籍噶。工聯會又係民建聯嘅黨員嚟噶嘛？黃國興嗰啲咪咯，係嘛？你玩曬佢啦，係咪？所以我嗰日咪喺個議會度一投完票，我咪大聲講咯。喂，你共產黨玩分身，民建聯、工聯會同一個議題，喂咁樣投票嘅，咁你玩曬佢啦，啱唔啱啊？我跟住行去 lift 度，大家出門口嘅時候，嗰扎咁嘅建制派、民建聯啊嗰啲，我指住佢係咁話啦，冇人夠膽回應我噶，佢當我癲嘅啫嘛，直接係咪？佢自己心裏有數。咁但係你出佢唔著啊嘛，到下次選嗰次。喂，心裏有數，我講嘅啱唔啱先？你咪玩分身先，擺明係玩分身啦嘛，係咪？所以你香港邊有得搞啫？係嘛？你再唔同呢啲人，喂，直情去同佢攣過嘅話，好似民主黨咁樣，屌好似泛民咁啊，撲緊街啦，好似梁文道啊呢一扎人嗰啲諗法。是吧，大家都和稀泥香怨，跟住坚持自己的立场，快啲去死啦，啱唔啱啊？呢啲系要冲击佢，啱唔啱啊？你只系睇最近呢个怀仔事件，陈婉蘭几样衰，播段片出嚟睇先。诶，今日有线嘅报道好好笑嘅，剪不断理还乱。唉，我听落去都听到一嚿云啦。唔系，其实好清楚咁啊，成件事当初你陈婉蘭好高姿态开记者会，同两婆孙系嘛？跟住就即係嚇，俾佢哋哭訴啊，點樣匿喺香港九年係嘛？即係爭取大家嘅同情心係嘛？父母棄養啊，如何如何一大堆啊，編造一大堆嘅理由係嘛？咁然後咧，陳婉蘭就要求即係大家咧用一個人道嘅角度係嘛？又如何如何咁啊？跟住啲左膠啊呼應係嘛？咁啲本土派就走去衝擊呢個陳婉蘭嘅辦事處，去呢個大城小學度啊示威。我啊即係推薦今日大家睇《蘋果日報》李碧華一篇文章啊，一陣間啲手足幫我揾一揾李碧華今日一篇嘢。佢話2015年咧
即係呢個有一部片應該得獎嘅嚇，你揾即係嗰個篇文，李碧華嗰個講法講曬噶啦，即係佢係用一個即係冷嘲熱諷嘅方式，金像獎呢個係呢種冷嘲熱諷有正面意義唔同，唔係佢嗰個即係做法咧係誒嗱，佢啲文我哋都好中意睇嘅，大家可以睇啊，即係好啦，咁你而家陳婉嫻衰咗啦，係咪？你幫佢嘅所謂苦主而家話。陳婉嫻，你真係最大惡極啊，係嘛？最大惡極，又話你違背良心，係嘛？嗱，而家佢就話俾你聽咧，同公眾講，就係話咧啊，俾呢個立法會議員陳婉嫻同入境處誤導，係嘛？就話呢個懷仔父母係驗出收懷仔先申請自願遣返嘅，咁而家兩婆孫喺內地孤苦無依，咁但係入境處就話喂，當日。就係、是、你話你內地家人已經安排好接懷仔，先至提出自己主動提出要自願遣返。咁然後呢個陳婉嫻嘅助理又通知佢：喂，如果唔係強制遣返㗎啦，你唔自願遣返咁，咁即係搞唔掂嘅時候，件事曝咗光之後，出現啲本土派嘅衝擊，所以嗱，港本土派又一樣事功又建立 ，OK， 又建立一個事功。大家睇成件事喺政治嘅角度睇，冇建制派嘅人去幫陳婉嫻嘅，睇唔睇到啊？哦，一有嘢事就閃啊！大家係嘛？冇人幫佢嘅呢件事，大家都覺得唔對路啊！你明唔明啊？冇人幫佢嘅，淒涼啊！真係係嘛？嗰日一聽見話佢要翻去啦，兩婆孫陳婉嫻個辦事處就人就閃啦，嗰啲記者喺度要野生捕獲呢個陳婉嫻係嘛？閃啊！佢同我同一層啊嘛，係嘛？嗰日啱啱就係佢提嗰個標準工時嗰個動議，個人意見啦，陳婉嫻應該收工啦。咁呃咗咁多年人，入邊呃咗咁多年啲勞工啫。你根本上呢個唔係左派嚟嘅，你咩左派啫？從你投票嗰個立場，從你投票嘅態度，係咪？咁講一件事啦，我真係到依家都唔明究竟發生咩事喎。冇啊！咁而家咪變咗嗱，最好笑就係、是、喂有啲咁嘅父母嘅亦都好。你睇下個女即係接受訪問嘅時候。神經病啊！話佢嚇真係，佢有病睇醫生啊！真係慘啊！真係個老母幫你，我仔我抌咗十幾年，我唔要你自己要嘅啫嘛咁樣。唉，所以有時即係呢啲咪喺中國大陸裏邊真係，你話真係有時諗下真係人間悲劇係嘛？咁但係喺香港變咗一出鬧劇。咁而家又驚動咗內地嗰啲地方政府啦，係咪？咁我諗佢哋都會有安排嘅。咁但係陳婉嫻呢鋪就真係老貓燒須。我想做呢件事係為咩咧？係咪？係啦，呢個就係李碧華2015年春夏之交一場政治風波，已經拍成喜鬧劇，並橫掃兩岸電影金像獎十大獎項，最佳電影《團聚》原名成功爭取。在祖國一家團聚，最佳編劇秋婆婆精心編寫曲折懸疑悲憤自首劇本 ，sell 巧時令導演嚴玉泣，目為上位攞彩之佳作。第三最佳導演閒依依高調指導用心發揮千年道行一招炮仔驚天地泣鬼神大戲四最佳男主角懷仔以高深莫測造型及演技演活匿藏九年無證之十二歲三飛巨童遣返戲場具挑戰性第五最佳女主角周婆婆自編當然自演加強戲劇性角色前後矛盾台詞正反執生姜時老的了六最佳男配角被紀安追打的街童大雄七最佳女配角雙掌大城小女學生學康動人犯咗法又點喎？點解要貼呢啲嘢啊？以及在鏡頭後度大聲啲 OK 之女子充滿神秘感。喂，呢、這個又令我記翻嗰件事喎，又喺大城小學咁就貼咗嗰個女小學生出嚟，又即係啊喊咁樣。咁而家咪搞到好，即係你走去撐啊，或者反對呢個大城咁樣，咁啊變咗你咪好老土，即係出咗呢件事之後。
第二仲有好多獎喎，最佳武術指導、家訪及維校抗議之奮勇武師啊，一啲本土派咧。第九最佳群眾議員、政府建眾建制派以歸邊傳媒。第十傑出貢獻獎內地公安，找到與外婆有聯絡之懷仔父母，揭發其父無節之懷仔，更有一名兄長，他是自以自己身份申請雙程證來港，並非遭下落不明之乳癌母斷手父。遺棄，咪寫曬啊！成件事講曬，留咗一個 category， 留咗左膠，即係呢篇嘢係咪精彩？講曬成件事由頭至尾，係嘛？佢呢個唔係完全冷嘲熱諷嚟嘅，佢根據已知嘅事實。然後用咁嘅方式嚟表達，咁大家睇就明明白白成件事係乜嘢啦嘛？係咪好笑啊？而家係嘛？起鬧劇啊！2015年啊，春夏之交一場政治風波啊！咁啊，李碧華有冇俾遲啲俾啲左膠圍攻咧？唔知啦。哦，冇所謂啦。其實我覺得而家都唔好提嗰啲左膠咁多，挑益咗佢哋嘅，我覺得係嘛？即係而家本土派就好簡單啫，做實事係嘛？沉着應戰。喂，而家你所做嘅嘢，建立事功啊嘛。咁而呢啲事工喺香港一個咁港豬充斥嘅社會裏面係備受爭議噶嘛？又有啲咁嘅泛道德主義大愛包容嘅左膠係嘛？咁你真係死得嘅喎，日日俾人攻擊嘅主流媒體又係一面倒嘅喎，係嘛？哦，咁呢度要同住佢提多一樣嘢，咁部分嘅睇英文報紙嘅朋友都知道噶啦。咁南華早報咧，即係我哋稱之為 Red China Morning Post 啦，而家嚇 ，OK？ 直情係 Red 啦 ，Red China Morning Post 啊。咁近日咧已經將呢一個 localism 本土主義呢個咧就擺上佢哋嘅報紙嘅新聞報導入邊。咁原來以前就唔提嘅。咁但係提嘅時候咧，就而家提一樣嘢，就係咧將呢個本土主義咧就標籤成為呢個種族主義啊。咁呢個即係做法咧，我相信咧亦都係一啲即係親中嘅機構咧係樂意見到嘅，甚至策動嘅。咁但係奈何咧？呢張 Red China Morning Post 實在太少人睇。咁但係喺英文嘅角度咧，即係我哋相信咧都要發動一啲即係英文程度比較好嘅人咧去做呢啲咁嘅論戰同埋還擊嘅嚇。咁呢個即係工作咧，可能我遲啲都會親自去做嘅。咁啊，你優而為之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而家即係南華早報嗰個影響力同以前差好遠。差好遠。咁但係我點埋名啦。佢而家有個叫 Alex Low 噶嘛，啊寫咗好多呢篇文噶啦。咁大家可以得閒去睇下嘅。咁另外亦都有一個女嘅，如果我冇記錯係女嘅主筆啦嚇。咁就喺好似喺社論講嘅。你睇佢而家嗰啲人，嗰啲管理階層係啲咩人啊？呢幾年換咗嗰啲咩人你就知啦，係咪？呢張報紙係邊個嘅？係嘛？好簡單啫嘛，各學年噶嘛張報紙，係嘛？好多年啦已經，係嘛？咁同我哋嗰陣時僆仔睇嘅南華早報已經係不可同日而語，不可同日而語啦。從來都唔會嗰陣時我哋成日我哋教書嘅時候都成日攞南華早報出嚟講嘅，同一段新聞中文報紙同佢比較，係嘛？報導嗰、那個嘅即係個面向啊，同埋佢對新聞嗰個掌握啊，喂人哋嗰啲就真係叫 quality paper，OK？、Okay? 你呢啲就唔係，係嘛？咁中文同英文嘅比較就係咁啦，係咪？所以佢嗰啲讀者咧就質素高啲，冇得傾嘅，係咪？因為鬼佬唔一定係鬼佬啦，中國人都係高等華人啦，係咪？係咪？咁亦都事實上係 quality paper 啊嘛。嗰陣時仲有啲英文報紙，我哋有份做過嗰度 standard 嗰啲啊 ，standard 啦，咪嗰啲咪同佢亦都爭一橛咯，係咪？啱唔啱啊？係爭一橛個，基本上係係咪？咁但係問題。隨住呢個九七年之後，係嘛？跟住呢張報紙，簡單嚟講就淪落到今日咁嘅地步。係啦，淪落咁。只不過剩翻張更加差嘅 China Daily。咪就咯，中國日報啊嘛，呢份係。係啊，即係香港嘅中國。做成咁啦，真係垃圾垃圾。你睇佢上邊嗰啲咩人啊？係嘛？呢個譚慧儀啊，即係梁家榮一齊喺呢個梁家榮一齊喺亞視啊出事嗰個，咪去咗做副總編輯啦，係咪？係嘛？你而家信報個總編輯邊個啊？嚇？信報總編輯邊個啊？郭咩啊？郭業明係郭業明啊嘛，係咪？唔成班呢一堆人喺我哋心目中係啲咩貨色？好清楚㗎啦，係咪？咁所以成個香港你睇到咧，而家只能夠靠啲新媒體，係咪？
所以我覺得新媒體之間就不要互相罵戰了，沒必要，是不是？現在新媒體開始成形了嘛，是不是？跟我們當年做這個 MyRadio 的時候又不可同日而語，短短七八年間，你看現在你看 SoRed 嗰個做一個記錄者都做得好啊，唔係嗰度好多義工幫佢走去拍攝。哦，咁佢跟住之後有 TMHK 咁，啊，有好多炸嘅，好多炸本土新聞，我咪一路講咯，係咪？咁立場嗰啲唔講啦，屌你嗰啲墳場贏咗佢啦，已經八十八五又有，屌仆街啦，叫佢嗰啲係嘛？咁但係呢啲真係做得有聲有色噶嘛，係咪？嗱，你好簡單，你八五郵報你郵青年可唔可以做到 好似 SoRed 咁嘅 program 咁啊？嗯，係嘛？我哋睇住佢開始嘅時候，好草創階段，啊嚟網台幫我哋手做嘢又有，係嘛乜都有，係嘛？咁人哋真係有一個即係點講個使命又好，係嘛？即係真係做到一樣嘢出嚟。你唔睇呢個雨傘革命期間放咗幾多片上網，係嘛？嗰啲有咩收入啫？真係靠捐款。嗱，獨立媒體就左交大本營，但係佢都可以有啲發人深省嘅文章嘛，係咪？我哋就不能夠因人廢言，係嘛？佢都好多發人深省文章，富人問題啊，容樂期間仲要搞埋黃色新聞，唔係搞埋嗰啲，即係喂，佢又要擴大佢嗰，那個即係嚇嗰個讀者群，係嘛？喂，呢啲全部都係近呢幾年呢三兩年出現嘅嘛，係咪？咁啊 D 一八就財雄勢大啦，係咪？節目又多啦，係嘛？咁呢個係一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嘅時代嘛，咁當然冇可能取代主流媒體嘅，因為港珠都係有受主流媒體影響嘅。但係而家好多港珠佢都會上 Facebook 噶嘛，係咪？而家 Facebook 好多時當然睇你嗰個交友嘅範圍係啲咩人啦，係咪？咁你嗰個範圍又牽涉到好似類似我哋呢啲咁，你就有機會。譬如我個 Facebook 大家睇到啦，全部都係我立法會講嘢嘅片，係我啲文章，係咪？我啲節目，係嘛？My Radio 的節目，其他網台的節目全部放在內的，是不是？我自己很少留言，那我都會看，但是我有助理幫我去處理整個 Facebook 的東西的，那整個 Facebook 就是提供一些訊息意見給大家的，我們就是這樣的，我不會在那裡打飛機的，因為很多人在那裡打飛機出事講了的，以為很得意，是不是？有幾多個 like 很開心，有人留言讚下你就很嗨，那沒意思的，是吧？鬧你就駁了他，大家要善用這些新媒體，因為整個主流媒體大家看到的情況基本上不要說詭辯，根本共產黨要他怎樣他就怎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底下，我們在下逢中生存，是吧？所以我是寄望那些年輕一代呢，一定要鞏固自己的知識基礎，是吧？就是論述能力要強一點，是吧？那你才有機會跟人抽的，那不是下下就出來抗爭，是吧？就是 你都會疲，是吧？那要看議題，是吧？還有些議題呢，就是會引起個社會上面的一些爭論，爭論，這個是好事來的，譬如壞仔事件，是吧？跟住而家你睇到李碧華呢篇文啦，係咪？即係已經暗示嗰個女仔係即係七情上面啊哭腔，係咪？有好多嘢咧，佢唔好咁快去喐呢個本土派廚，即係啊話俾啲助教聽，係咪？唔好咁快，唔好哇執到好開心，又搞喊人啦，又搞喊，又刀交二百分，又搞喊人啦！你做件事幾有意義都冇用啦，你又搞喊啲僆仔，係咪？屌你響！對上政權啊嘛，唔好向弱者抽刀啦！呢句就係、是梁國雄經常引用魯迅嗰個名言。其實嗰句説話就應該係弱者抽人噶嘛，抽人，真係嗱，真麻煩你，麻煩你哋，梗係讀嗰啲書。抽人啊！抽人嚇！抽人嗰啲寫。嗱呢件事咧，我覺得由頭到尾咧，又真係幾諷刺噶。因為如果唔係突然間爆咁多嘢出嚟咧，本土派咧俾人撳住抽，可能都成年啊。就咁好，就係咁好笑你。而家單新聞，原來你查落去就原來咁多嘢係你原來意想不到嘅。唉，結果陳宇涵被倒扣二萬分。我覺得佢唔知倒扣二萬分，我覺得佢應該冇再選啦。簡單一句，我佢再選都係贏。咁啊，證明香港真係再選都係贏，即係等於而家何俊仁去選佢都係贏嘅。劉慶啊，梗係贏啦，民主黨主席啊嘛，佢呢班人都要繼續去選。真係到咗。唔講句粗口都完成到一個句子，就係、是、如果係咁，香港真係冇撚得救。冇啊，冇得救。冇得救係形容唔到嗰個選係冇撚得救。我休息一陣。